贡献世界最美好的文旅 IP 为发力点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和时尚景。我是谁？我是谁？为什么在这里？为什么在这里？毕业后，选择了一心向往的市南，抵住了外界的质疑，却发现翻过了这座山，还有下一座。我是谁？为什么在这里？18岁来到青岛，市场里的烟火气是自己28年的缩影。见证了这里的起起伏伏，生活已不是我自己，更有年迈的父母和依靠我的妻儿。我是谁？为什么在这里？这个摊位就是我生活的全部，也是我公公婆婆、我老公的生活全部。无奈过，质疑过，迷茫过。我是谁？为什么在这里？眼前的现实，向往的诗和远方，都有着无法避免的焦虑。焦虑是动力，之所以在这里，是为了守护这片最美烟火，微笑生活。我们会发现，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，让我们一起在世界最美海湾发现最美烟火气，发现最美的自己。